采用纯净的海藻钙所制，并搭配严选的海洋镁两大优质元素以二一的黄金比例组合而成。透过品牌独家的速溶微粒科技，以粉状样式呈现，让微小分子可迅速溶于口中或饮品中，大幅降低吞服的负担。而当中还添加了温州蜜柑萃取、菊糖与维生素 D3， 这些都是能促进钙质吸收的大功臣。至于独立型的粉末包装，携带方便，不仅可以随时轻松补充以外，也不会因频繁开关导致产品受潮变质。整体来说，举凡价位、服用便利性与成分含量等都很令人满意，感到迷惘的您不妨尝试看看。挺立特别推出体积缩小 45% 的迷你锭，对害怕吞咽锭剂的人而言可是一大福音。不过即使每颗尺寸变小，营养可不打折哦。每颗内含300毫克的有效钙，以及镁、锌、铜、锰等优质元素的加持，而能增进钙质吸收的维生素 D3 也没有缺席，很适合刚开始接触钙片的年轻族群。除此之外，此商品有36锭、70锭与150锭装等不同容量，无论是初次尝试或有长期摄取习惯的朋友，都能从中找到符合需求的款式。至于另一款600毫克加强版，则推荐给40岁以后有较高钙质需求的人参考选购。来自大西洋海域，此款以零污染的珍贵红藻为原料来源，除了钙含量优于珊瑚钙以外，还有镁、铁、硼等70几种人体所需的矿物质与微量元素，能相辅相成发挥保健作用。加上由于红藻钙略偏碱性，能快速被人体吸收，因此不容易引起打嗝、胀气等情况。再者，此商品有通过美国 FDA 食品安全规范以及欧盟、犹太、回教等多项相关认证，且奶素主义者也可安心摄取，同时还曾获得全球天然营养品年度大奖，再再确保了品质安全性。透过专业技术，利用卵磷脂包覆住钙质与维生素 D3，并使其乳糜化后更容易被肠道所吸收。此外，来自美国的日落恩次身为非基改的领导品牌，此商品中同样使用非基改原料遗传蛋白质所制，且经过检验不含任何重金属，长期补充也十分放心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有鉴于年长者可能有难以吞服胶囊锭状保健食品的困扰，此时只要把这款胶囊剪开，并将内部液体倒入开水中一起饮用，就能轻松完成每日的补给。特别选用鸡蛋的蛋壳为原料，由于蛋壳中的钙质是由许多小孔分布而成的多孔构造，因此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。再加上钙与镁二一的黄金比例，以及乳铜糖、维生素 D、 维生素 K 等多项促进钙质吸收的成分，让这款商品获得众多消费者的青睐。顺道一提，此产品不但来自日本原装进口，在台湾还设有专门的购物页面，并提供线上客服、定期购优惠、满额免运费等多项服务，品质与安心感完美兼备，会掀起一股合购风潮，不是没有道理。此商品是 Costco 好事多热门代购品项之一，足足有500粒的大分量，搭配上亲民实惠的价格，性价比之高让人眼睛一亮。而它在成分上的表现也丝毫不马虎，每颗含有 600mg 的钙质，每日两颗就能达到13到18岁青少年的成长所需。至乌当中的维生素 D3 则扮演着有助预防心血管、肠胃系统等多种现代疾病的重要角色，尤其是素食者更可及此加以补足。只是台湾气候潮湿，而钙质又是容易吸收湿气的营养素，长期下来可能会有变质疑虑，建议可自备密封罐保存，或与家人一起摄取，加快消耗速度。除了成年人与长者以外，正值发育期的孩童也有补充钙质的需求。
此商品是针对4到7岁已可自行咀嚼的儿童所打造，以纽西兰纯净羊乳为基底的配方，不但易于消化吸收，其营养价值与钙含量也更胜于牛奶。另外，同系列产品共有草莓、莓果与香草三种口味选择，且分别加入了维生素 D 鱼油、及铁、益生菌等不同营养素，能轻松替孩子补给不足的部分。然而因其味道如糖果般香甜好吃，爸妈们可要多加留意，别让家中宝贝在无形中摄取过量。根据调查，男女性国人普遍每天都有约 300mg 的钙质短缺情况，而这款商品正好可帮助补足约 350mg 的钙，对于日常饮食还算均衡的族群来说已绰绰有余。虽然品牌建议每日需摄取5颗分量，但由于定状小巧，应该还不至于造成太大负担。产品以扇贝壳粉末为主要原料，在经过升级以后，让钙质吸收率更为提升，同时还加入镁及维生素等营养成分，可为骨骼、牙齿等做好健康把关。此外，小小一袋内含了30天所需的分量，且每个月仅需100多块的价格，就算持续购买也不会太伤荷包。由全球知名保健品牌 GNC 所推出，采用顶级的柠檬酸钙为原料配方，搭配2:1的钙镁比例，并加入维生素 C、 维生素 D、 维生素 A 等多种营养素，能增进钙质吸收率，并维持骨骼与牙齿的发育健康。虽然柠檬酸钙为化学合成且含钙量不算太高，却相当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不易造成浪费。此外，细微粉末包装不止携带方便，还可轻松溶于饮品或口中，简单服用，每日3包即可补给约3杯牛奶的钙质，其柠檬酸甜风味更是大人小孩都喜欢呢。跳脱人们对服用保健食品就像在吞药丸的刻板观念，这款商品特别利用高科技专利配方与制造技术，将来自天然贝类的碳酸钙原料以高温去除污染物与重金属之后，加入酪蛋白及多项矿物质，调制成营养又可口的钙质补充饮。油污喝起来就像酸酸甜甜的汽水一样，对于孩童或年长者来说也不会有难以吞咽的问题，每天只要小小一杯就能完成钙质的补充，方便又美味。不过相对之下价位偏高，喜欢的话建议可以购买组合商品会比较划算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